按赞了吗？谢谢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我是虾皮哥。有一段时间没发片了，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。而农历年也快到了，在这边呢跟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，发大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现在看到的画面大家应该很熟悉，没错，这就是往花莲的猪花改。今天我要跟老王到花莲的实体坪钓鱼，然后在实体坪那边呢住一天，那隔天的话呢就要到花莲溪找个地方野炊钓虾面。前几天呢北部都在下雨，那今天来到花莲，那看了一下降雨警报器，竟然发现花莲这边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实体坪竟然会下雨。我们来到全台湾唯一下雨的地方，本来想说要躲一下雨的，没关系啊，来了就来了吧。今晚我的住宿海景第一排，搭帐篷，前面就是钓点啦、来钓点钓点，哦，真水。没包好，我们只有手竿。我钓一只鱼就完了。我知道。钓一只鱼。钓一只鱼。就那个卡泵嘛。卡泵，那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对呀、啊。我最喜欢来这边了。它是最方便的。刚才去看了一下露营的位置。跟看了一下露营区前面的钓点，风景还不错，不过因为潮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换附近的钓点做钓。这边的钓场水深比较深，除了矶钓以外也适合玩铁板。像今天在这个钓场钓鱼的时候，还看到两只鬼头刀游进来，可惜没有带路亚的装备过来，不然可以来试试看能不能拉一只鬼头刀来玩玩。所以说其实我本来是要买三块，我发现那些东西都在钓。其实到时候我在中台湾这种钓场，在东引马祖是很多虾一般，那在台湾这种很厉害，像这个是满久的第一种，满久啊，最有名的黑毛鸟。对，没错 ，V 九。对，然后幼鱼的效果很好，我采鸭来一点，这是哪一家的？竟然有玩鸡的，玩鸡的是那个啊，就台湾爱钓，是的，对，是他的牌子，对。翅膀，这要到了。人很多了。对啊，这样太这么太多了吧？我想要三个人啊，你要分一个。啊。还有。了解。又搅拌好以后开始做钓，但是突然下大雨，所以就没有拍了。不过今天钓况也不太好，都是小鱼，所以我们决定换点，待会来去实体坪渔港那边玩，看看能钓到什么鱼。啊，今天两只呱呱，呱呱。天共估，起码晚上有东西。鱼啊，对，鱼啊，好，赞，行。
海景第一排，这就是我今晚的小窝。今晚风很大，还是早一点睡好了。明天还要去花莲溪钓虾面，晚安啦。花莲溪辽阔，用无人机找点就对了。哦，水很干净，水很干净。九桃啊，哦，水好干净啊。这边是花莲溪支流，水色清澈见底，鱼都躲在肉粽里面，可能要打一点 SI 以后它们出来。厉害，中鱼了，中鱼了，哦，慢慢拿高一点，拿高一点，哦，哇哇，我看到，哦，好大只啊，哦，我靠，哦哦，哦，往后退，对对对，我再往慢慢往后走，哇，好厉害啊，哇。石斑嘞，哎，很粗哎。把它上岸。哦，对对，再拉上来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对。哦，很大哦，好肥啊，好肥大石斑。哇，这个很肥。哇。石斑哦，很大只啊。哦，哦，抽完嘞。午餐时间到了，先吃就对了，吃饱了再继续钓鱼。加油加油！哇，石斑啊，虾面虾面，哇，小虾小虾，对对对，虾面。你要把鱼网拿过来就好了、啊。什么鱼？石斑啊。没事没事，一样把它放在这个啊。对。石斑。哦。好多鱼啊。目前大尾奖是我。目前大尾。好好，那你去把它抓过来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你都石斑了，因为你用那个什么，你用那个甘味的那个啦，还没用哦。小虾虾面虾面，呜，赞赞赞。对，虾面要没有，等一下集中要照把它照起来的、啊。对，虾皮爱钓鱼啊。哇，虾皮爱钓鱼，哇哦！我们要煮鱼了，会咬掉再钓啊！对啊，再钓 A 杀都打了。对啊，来来来，来来，来要倒鱼啦！这边已经有一堆虾面，哦，又来了，无锅鱼啊！哦，很肥，都是无锅鱼，还有一只汤里。哦，无锅鱼很大、啊。对啊，哇，汤里汤里，汤里，对对对，那个斑纹哈，淡水石雕，看到没？淡水石雕，
下面还一堆鱼啊，等着大家来钓。哇，看到没？一堆，好好大只。哦，很多哎。现煎汤里。然后这个出老王大厨，没有酱油，老王大厨。好吃吗？好吃哈。好，我是什么频道？虾皮爱酱。你要说，大家记得订阅哦。大家记得订阅哟。好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太小声，要大声一点。记得订阅、按赞哦。一下啦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记得订阅、按赞哦。再一个大声一点的。记得订阅，按赞哦。汤梨呀，汤梨，汤梨。哦，这个要开动了，要开动了，不要急，不要慌。好，可以开动了，开动，开动。好吃吗？汤梨好啊。爸爸，我要拍。赶快，赶快。汤梨。来，来试试看汤梨。汤梨呀。哎呦，不小心被我捏了一大块。汤梨呀，这是我的质感差多了。哦，是，好哥，跟吴锅鱼比起来真的是差很多。有差很多吗？我觉得差很多。吴锅不是吴锅鱼好吃，但是这个要汤梨要更好吃。汤梨的肉食，很有质感，而且很有弹性。哦，没办法。对啊。怎么样？你来吃看看。很好吃哦。这无锅鱼，赞哦。怎么样？然后汤梨。怎么样？汤梨呀、啊。汤梨。没办法，准备放鱼了。阿霞回家。这个是阿斌回家。这只也是阿霞回家。哦，阿斌了。哎呀。阿斌，哎呀，阿霞，阿霞。阿霞，放鱼，哎呀，这一只，好了，通通都放回家了，拜拜了。
好啦，这两天的钓友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